本店三天不营业，向西安提供10000个抗荷尔膜。西安加油，我们马上来了。对，我看见有的发那些信息呢，当时我就决定31号我们晚上就拆了很多面，1号我们就开始加工，把店子关了3天门吧。我们昨天8点达到昨天晚上3点，到今天早晨才打了3500个。我们今天第一批先送过去，现在我们有10几个人。现在我走的时候，我们安康现在他们一直在加工。帮友们发光。